不是悠然，不是自然感，是 U 盘。事情呢是这样的，抖音最近推出了一个主播糖豆人比赛啊，就是各个不同游戏的主播一起玩糖豆人。猫鼠代表队由我、姚某、喵哥、秀才、腹肌哥和阿优哥组成。我们原本欢欢喜喜的以为啊，这就是各个主播间的技术比拼，没想到后来发展成了游戏人气的比拼。说起来，直播间粉丝们的温情互动真的是让我差那么一丢丢丢丢丢就哭出来了，巨感动，你知道？就是你知道我刚开播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票数只有300多票，然后喵哥在我们的那个小群里在那儿说猫鼠才300多票啊，就是说不然还是拉拉票吧，不然到时候太难看了，哇！然后现在1500多票。哇，真的好感动啊，巨感动，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猫鼠牛皮，猫鼠值得。哇，真的是贼感人好吗？就可能胜出了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奖励，但是啊，身为一个猫鼠玩家，虽然一天到晚都在吐槽哎呀他的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但在和其他游戏对比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他是最好最棒的，毕竟自家孩子啊，怎么打怎么骂都行，但是在外人面前这面子还是要给足的嘛。啊，话说了这么多，那么怎么投票呢？在悠然、黑猫、秀才、腹肌哥和阿优哥直播期间，点击进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右上角有一个小小的糖豆人比赛的标志，点击进入，找到猫鼠代表队投他就完事儿了，猫鼠冲呀！